在油尖旺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找一个小户型的单位住在里面，究竟是怎样的呢？今天我们来到旺角建烟厂街31号，是一个项目叫千望，是一支单栋楼，提供83个单位，一层4至5户，主打就是小单位，开放式到一房。之前卖的价钱就很贵，超过25000尺，现在减到去大概17000尺起步。Nice。最便宜的入场一房是537万，而我们今天看这间就319尺的一房单位。入门有个小玄关，右手边就是一字型的厨房，转入你就一个干净的大厅，有成面落地玻璃啦。这个角度就可以见到玄关厅，整个感觉就是屋仔水细，五脏俱全。景观上这间就是低座，所以都是望楼景为主，同埋一个露台位，望出去景观都是比较逼，主要望翻旧楼，市区景为主。呢间就是睡房，都是一个很大的落地玻璃，较细方正。转去另一边就是浴室，而呢边有一个私密房。成间屋睇似呢种单位，你会点样设计呢？发展商几个 demo， 我哋可以睇一睇。市区的小户型通常比较适合上车，可以用一个比较小的冧心价钱买一个全新的单位，又有自己的独立空间，你们又觉得值不值？